老师没空，没事，老师我轻松，笑死。啊，拉进来吧，拉进来。哎呀，那自己人，自己人没事啦，啊，自己人没事啦，爹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没事啦，鱼没事啦哈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会去抢他野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场我玩那个三王牌，我整场抢他野，我们有机会的。可是他大招只能打龙虾，靠呗，怎么办？那我还是玩皮卡丘好了。只能这样子办。那只能靠自己了。真的，我本来想，我本来想说他如果大招可以干 Jerry 加把那个300块整打龙虾，靠呗，不然还是有机会打的。哇，谢鱼的1400颗星星，感谢。这一场陈浩欠鱼。我要抢你，没有白痴哦，他自己遇到我的，我没办法啊。他刚刚栽我那么多，他刚栽，哎、欸，刚我刚我们互栽。干你就普攻去打野， oh, 你有种就给我普攻打野。哎、欸，人家观众说不能抢啦，不能抢、欸啊。幸福蛋的幸福蛋，为什么不能抢？为什么不能抢？路人才不能抢。哎、欸，对面是肥虫哦。不是啊，我就吸你经验哦，怎么了？啊、那你不能拿、啊。对啊。我怎么不能拿？你只能吸经验啊！观众说的、啊，我反野不行哦。观众说的、啊哦哦，观众说你去反别人野啊！观众说只能吸经验啊，那走啊，去你的，那我 去、啊、我去上路了，吸别人的、啊，赶紧你啊！完啦，对面是飞虫、啊。那怎么打啦？没得打，这一场就送啦，没得打啦，只能送啦。这怎么打啦？看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忘记了拍谁？观众说只能普攻拍谁？哦 ，sorry， 没有啦，我忘记了拍谁拍谁。渴望渴望，让我打出优势了吗？忘记忘记拍谁拍谁拍谁。天，对对对，我现在只按普攻，我在只按普攻。刚刚一个聊天呐、啊，叫他在聊天呐、啊，叫他退款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按力量强化吧？力量强化可以按吧？退钱了，退钱了。他、啊、为什么打着就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他妈的不准吃小龙虾，你给我就给我，你就吃你就吃我们家野怪就好了。小龙虾你上五等啊！小龙虾你不准吃，小龙虾全部都我们的。对方想说，给你打野，三小，给你打野已经很给你面子。哎哎，还可以杀、欸，还可以杀，可以杀，一定要杀，一定要杀，先杀他，先杀他，快点，快啊，把他秒了，他快死了，可以十二颗，把他秒了，把他秒了，哎、欸，他队友来了，他队友来了，我们要被一打三了啦，快把他秒了，我就知道，可以了，啊，反杀，反杀，反杀，叮叮。叮叮，鱼本来想说，哇，我要撞陈浩，我要在对面撞个吉利蛋。我靠，干、欸，这是赌注哎、欸，真的是赌注哎、欸，赌输啦！干，而且还被加码大招整打龙虾，吐了。你原本还有点屁用，现在是完全变没路用。你现在连屁都不如啊！我现在只能清掉自己。自己家的野区，你没有啊？你鸡蛋打野，搞不好你可以去反野啊！你又不是不去反野，你去反野要把野怪留给自己家也是，也是打野啊，不是吗？没有这样的啦，跟观众说好，你当观众是北七哦、喔，人家花1100，难道是为了看你鸡蛋反野吗？等下搞不好有人抖2000，为了看鸡蛋反野。速度强化，我刚才带速度强化。我跟你讲，搞不好有人抖2000，说你鸡蛋不能吃野，专门去反野。我可以接受，欸、要去打下。哎、欸，干，我怎么不好投、喔？完了啦，你自己努力啊！哦，你还在吃龙虾、啊？你不止在打野，你还干你 bonus 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很有爱心哎、欸，真的是 bonus 哎、欸！你不止打野，你打野就算，你要吃我们龙虾跟蜜蜂。哎、欸，你说圣剑加广域好用？没有啦，要看你还是要看对方阵容啦。因为广域的话，你会在原地不动啊。如果对方射手后排偏多，你站在不动的话，你的那个机动性太低了，你还是被干爆啊。这样你要捅过去就开光一把撞回来，跟卡比兽一样。干，力量强化普攻开不了啊！不要刷起来，怎么人都死光了？哦，因为我刚不小心冲过去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他开大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还是我们去打上路的洛托姆？你现在打什么屌毛都没用啊！新宝可梦怎么样？新宝可梦，新宝可超猛的、啊，来，超猛的、啊，兄弟，我陪我聊，我陪你们聊天吧。需要你过去抖一下，不用，什么不用？分点收益给老师跟自己吧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我反他野就好了，我受不了。哎、欸，我在打这个、啊，
打到这个时间点被队友反野是很正常的吧？对吧？很正，这个都这个时间点应该蛮正常的。干、欸、他看不懂，哇，没抢到啊！啊，我们通常也是打到这个时间点，然后队友就开始放我们野了。打野啊，有啊，我有在吃野啊，我吃欸、啊、打野去打洛托姆也是合理的吧？打野打洛托姆合理的，合理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还打人呢、欸。只是他的野怪等下就要被我反爆、啊。干打野吃边线不合理哦。打野，打野带风向啊！这个、我在带风向啊！这个、前面这个风向，前面五分钟已经被带够崩了、啊，还不够吗？还嫌不够吗？各位观众，这个还不够崩吗？他打到还我力量强化按起来了，他还只能打龙虾，他还是只龙虾、啊，哇塞，他还是只龙虾、啊，孩子，他还是只龙虾、啊。哎、欸，天黑天黑，哎、欸，重点是大刀真的可以打龙虾吗？我看一下，如果我在一个妙花面前，你看妙花不是我们的人哦，但他也在反野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所以这时间被反野是合情合理的。干，我要在妙花面前开大吃，打在龙虾上面，看他作何反应。哎、欸，鱼啊，让给我吃啊，我是龙大、啊。哎、欸，靠背啊，哎，这不算吧？我是苗龙虾的、啊，他把龙虾吃掉了。我是苗龙虾的、啊，是他把龙虾吃掉啊，这不干我的事啊！你也空大，你也空大、啊，我是你乖啊！哎、欸，力量强化开起来，开咒，只能稍微撑一下、啊。哎呀，干这普哥根本打不进去啊！哇，干仙子一步开大了，还好排到的人是鱼啊！他妈比我开大索尼啊！完了。我站在云林里，人我还想杀我。哎、欸，干，哎、欸，干，靠！我只能普攻他，我只能普攻他。哎呦，我靠！你只能普攻他，怎么？对啊，我手太短了。贱人啊！手太短了。抢、欸、一下吧，志野！快啊，快啊，快啊，志野！我鸡蛋暴击一下1300呢，1130呢。杀他！叉叉，我叉叉你啊，叉叉，这也没叉到啊！你暴击先生，打十下才暴一下有屁用？嘿，我们来吃洛托姆，你快吃啊！你快吃，快吃！快，吉利蛋到底能不能单挑你洛托姆呢？不是啊，吉利蛋大招真的可以开在龙虾上面吗？快点！那个喵啊，一直帮我们在撑啊！因为他啊不，干，靠背啊！啊！擦一下，哇、哦，好险！太大、啊，你他妈抢啥小？屁屁！哎、欸，那个喵花是陈弟啊。那陈弟撑很久啊。陈弟拍谁啦？正常打。不用啊，拍谁啦？陈弟，你要抖他2000块，叫他正常打，你倒不如抖给我而已。叫我正常啊，可以啊，2000块，这个后令压前令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后令压前令啊。抖2000块正常打可以啊，这个时间点可以啊，我可以马上变成正常打。都这个风向都已经被你带成崩成这样，还他妈还要给你，还要后林压钱令的，想得美耶！一场游戏要赚两次钱呢。是啊，啊手本来就手心洗完要洗手背啊，要钱不要命啊！哎、欸、我干这不有人啊，我试看能压龙虾，不行啊。不行，打龙虾，你要压人，然后那个路径上有龙虾就撞到了、啊。哦，是啊，对，那你过来站这里，你过来站龙虾前面。我们先杀人哦。我们在杀人，靠北，拍谁？哎、欸，怎么投不到啊？哎、欸，我一直有人想投啊。我按普攻啊，不能按到神秘守护啊，就哇靠北，为了投这个，大家全死光了。我干，我在普攻啊。吐了。撞得到，但龙虾陈弟还在撑，撑不住，浪费片的事啊！没办法，刚好撞到自己人啦、啊。我只能说，真的，我深感抱歉啊，对不起啊，我错啦，对不起啊，我被金钱诱力驱使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我深感那边撞龙虾，你过来这里。不是啊，你就觉得对不起鱼，就不会对不起我跟自己吗？是嘛？你们以后有这种敛财活动，我会赔吗？啊，
你快点先让我看能不能撞龙虾啦，先不要打他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来这边有龙虾嘛，这边、啊、你一人站一边，好，来飞吧，飞，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起来把龙虾秒杀、欸，可以，他是可以有伤害的、欸，把龙虾秒杀了，他那个撞是可以有伤害的、欸，他好强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他大招把龙虾秒杀，好强哦、喔，他大招其实伤害蛮高的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，龙虾，走了，打最后一波了，赢就赢，输就输了。冲冲冲冲冲！轰隆隆隆隆隆！冲冲冲冲！拉风，拉风！强化普攻按起来，普攻普攻！拉风，那个人哇快死了！拉风！普攻普攻普攻！干，我普攻不到他、啊！拉风！哇，他会一个人在这里杀爆全部人吧？注意哦，我普攻，人哇快死了！拉风！普攻！普攻！普攻，哎、哦欸，刚才被刷到，真是，只会普攻的。啊！谢鱼的2000颗星星，谢鱼的2400颗星星，谢鱼，鱼已经有点在修复我受伤的心灵。普攻的废物，我错了，鱼，陈弟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陈弟打了47趴，对不起啊，陈弟，对不起啊，陈弟，我跟你道歉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、啊。对不起啊，强野又只能大招打人家，真的是还好是遇到认识啊，不然我真的会被检举啊，对不起啊，真的啊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的、啊，新台币太香了，对不起啊，谢谢感谢鱼的600颗星，美金跟台币太香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